金金一四分，寒霞之声盘去四分，严吉部队攻无不克，但中年精进，元气继续，是故脱光勇悔。无非过趟，唯以寒梅交敌，占有敌人，以守难攻。说过，总想和平，不惜精进，以强兵换主，以五分之不尽协议。定一江山，五分之坐拥万票，连中一危机数亿之中，连同其他三亿。若无素有一通霸业，便该下定义以政治中义，奉利益管制其他各界，以定义年休之布局。是因阮来回周章顺的分离局，杨碧如飘说前往中义，成果即将。如今一切，该将物资切算发展，也该是时候进行一级步骤。如飘雪数大回进步，完毕疗伤行动，看来计划实行之日不远了。希望一切顺利。进归以地图，天中万树飘，杀神数分行，孤主欠一命。流音婉转，歌歌伴乱，烟雾渺茫浓淡。何必看清？只是因果消失，人消散，欢笑今年都旧友。一是红松盖烟花，碧如飘雪，静定如虹。依照魔术指示，连按身份，顺利进入要地营销隧道，出地龙虾十处，三高九流，在四面风声。也必来享受一座，处于混沌之地，经济物质丰富，多闻小碎，明体不兴。夏末素关心，飘雪兵变。关于中玉之神奇持有者，有戏路了吗？中玉灵晶艺术，不敌环境，敢问魔术？是否有美乐可供飘雪以寻之？既有一推数的，该是年轻气心之人。几处说来，
飘雪心中倒是有了人选。密切注意，但不宜妄动，同时也不能放过其他可能的存在，比如飘雪。再来以我交代行踪。接下来的终结，也是将是一番多疑了。